在山上的厕所。吃到一粒，一半发现坏了，赔一粒。哎，彤彤。差不多要下山了。
这边，看这边。Hello。慢拍吗？不用。看。坐那个驾驶员更爽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海边这里的榴莲12到4块钱，你们自己砍价。我和朋友分开问的价钱不一样。Lost 榴莲吗？榴莲是你吗？哦，榴莲是你。啊，请看，请看。